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有没有发现今天走进来教会有什么不一样？开放有奖征答，答案我只有两个奖品哦。开放有奖征答，有什么不一样？眼睛看到的，没有色盲的应该都看得出来。赶快，一定是小孩会喜欢的哦。木西，没错，有黄色的墙，恭喜你。还有一个哦，还有除了黄色，还有一个是洋葱圈，没有啊？那个静瑞，哦，灯变亮了，没错，恭喜静瑞，是洋葱圈。谢谢，没错，我们教会因为弟兄姐妹合力的就是一起把我们教会重新改造，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摆上，整个感觉很不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也要一起来唱新歌，为神来唱新歌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起立，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，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今天我要来唱新歌。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全是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保险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。让我们从头再来。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破碎，因耶稣基督保险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高举主的圣旌旗，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。准备好了，等一下要更大声的来为你唱。我能胜过这世界，因有耶稣在我心，黑暗全是已破碎，因耶稣基督保险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。哈利路亚，战胜我们自己的软弱。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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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能力胜过。我们再来说，我有能力胜过这世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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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，还有谁能抵挡我？我心相信，我心
着那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我们就已经能够得胜有余了。阿门。谢谢耶稣为我们征战得胜，透过接下来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们，谢谢耶稣的爱一直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的软弱在神的里面能够得以完全。是我们那最珍贵的宝物，我们也是他那最珍贵的掌上明珠。
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是一首新歌，我们刚刚有说我们要为神来唱新歌，虽然是新歌，但是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敞开我们的心，透过敬拜团的带领，我们能够想象耶稣现在就站在你的旁边，或是站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歌词，一起来对神唱，对神唱新歌。当你吹气，我就开始呼吸，你的灵在我身上，我就苏醒。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，你的心意建立大地。当我安静，你的声音清晰，我的心更深地被你吸引，再次仰望，更新我生命。你的同在未曾离去，温柔回应。你的气息来充满我，来充满我。神灵，我愿意更多想你，贴近你的心。你的话语来坚定我，来坚定我，用你的真理是呼吸，你的灵在我身上，我就苏醒。混沌世界不曾见过光明，你的心意坚定大地。当我安静，你的声音的心更深的被你吸引，再次仰望，更新我生命。你的同在未曾离去，温柔回应。你的气息造成你
邀请各位弟兄姐妹现在就闭上我们的眼睛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你，使得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的声音就会清晰。求你就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当光照进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要活出那耶稣的形象。我感觉到神说，孩子，我是有盼望的，我是那丰富的神。一位寡妇只投入两个小文钱，但那却是她的所有。神说，不要担心，不要觉得那两个文钱就觉得自己是不足的，不要再停留在自己以为的困难，自己以为的缺乏里。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，神就会大大的使用这五饼二鱼祝福更多的人。现在你就回应你的心里，跟神说，是的，我愿意。你愿意吗？若你愿意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向神回应。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们就一起来，一二三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不看我们没有的，你看的是我们所有的，你看中的是我们那一颗愿意摆上的心。神，你就会大大的使用我们，靠着那加添在我们身上的，让我们凡事都能做，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行。谢谢耶稣，谢谢你，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五饼二鱼为你所用。感谢主耶稣，谢谢你。着你的应许，叫我们活出你那美好的心意，祝福我们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谢谢你们愿意有一颗愿意的心为主摆上，神就大大的来赐福。我们献上我们以下的敬拜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。